这些都是帮老铁做菜刀、砍骨刀的材料。你看，这个是做砍骨刀的，很厚的汽车钢板。像这种薄的，就是做菜刀的。嗯，马上下料了。都是非常不错的材料啊，做刀具的话，做刀具、农具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用这个厚的做一把三斤半的砍骨刀，一体钢柄的。来，用这个做三斤半。三斤的砍骨刀一体柄。